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十岁喽，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海科馆十年来是披荆斩棘，十周年有全新的面貌，还有意向，更在永续与创新研究领域中精益求精，带大家更深入海洋。为大家邀请到三位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博士，非常厉害的人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经营管理组的主任徐凤仪徐博士。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任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研究典藏组的主任施同伟。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施博士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展示教育组的主任宋作忠。小君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宋主任好，宋博士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十岁喽，十岁有什么样的好礼要送给大家呢？一块来看看。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十岁喽，在生日的日子里面，非常多的友好馆，还有就是学术单位的，跟我们海科馆平常就有很多合作的这些老师，还有各部会的一些长官们，今天也都莅临。那也刚好是借着这个今天的机会，也跟国立故宫博物院也签了一个合作备忘录。那海科馆这十年来，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所有的伙伴的一个帮忙，所以让海科馆业务也蒸蒸日上哈。那在这十年的日子里面，我们其实也推展了整个十年的成果展，还有再来就是我们迈向未来的永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会推出非常多的包含这个保护、保育、育种海洋生物的这一些所有的议题，甚至是研讨会，甚至是特展，都会在海科馆这边进一步的去呈现。所以海科馆不只是承袭了以前博物馆的功能，也会迈向未来在前瞻永续这样的一个使命，那继续能够在台湾的博物馆能够发光发亮，那也进一步希望能够航向全世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有一个这么棒的海洋生态的一个博物馆。馆庆活动中特别安排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双方签订合作意向，在教育推广与专业研究一起携手合作。故宫博物院非常高兴可以跟海科馆历经了六次的合作，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那延续我们过去的情谊，签了合作备忘录，那也祝福海科馆生日快乐。馆庆现场贵宾云集，佛陀纪念馆馆长也特别率众前来共襄盛举，议长童子伟给予满满的祝福。非常钦佩海科馆的这个馆长跟我们故宫博物院院长共同来这个合作，跨域跨领域来整合我们的相关博物馆资源，还邀请到我们这个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三馆一起联合来去那个庆祝我们十周年，我想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然后非常有新鲜感的一个模式跟活动。我想这个时代呢就需要这样跨域整合，我想我们所有中央跟地方的资源大家互相合作，会让我们的海科馆跟基隆市共荣共好。未来的十年我们也希望基隆市可以再继续跟海科馆共荣共进，让基隆市成为真正海洋城市的代表。也谢谢海科馆，祝福海科馆生日快乐。欢庆开馆十周年，从今天起陆续推出了十大好礼，包括了农历春节展开的妈祖文化体验及祈福活动，以及每月寿星独享的入馆优惠。一系列的活动要为大家营造一处国内国外兼具生态科技、环保与智慧的国际化博物馆。丰富多元的馆庆系列活动都可以上网查询。真的十周年的活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全新意向的展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凤仪博士。谢谢小君。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十周年的一个新的视觉跟新的意向。那大家可以从这个看板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是以湖水绿为作为一个基底，那主要是在那个定调为一个大洋的一个浩瀚跟那个沉着。那从这个 M 型的那个几何线条里面，就如同我们海科馆的一个建筑量体建筑体，它主要是一个代表着一个我们的坚毅跟韧性。那呢我们从那个 M 型里面可以看到
中间那个是往下，它就好像是一个船锚，就如同我们海科馆在海洋教育往下扎根的一个意念。所以说它整个一个形象其实就朝向着我们海科馆是一个非常坚强坚毅，然后对于整个一个海洋教育，然后如同海纳百川一样的去包容，去做一些融合。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的这个标志里面，它是一个十周年的意象，但是呢它可以代表像是一条鱼，就是像我们海科馆，那也可以从事一到无限大的一个标志，所以也代表我们是一到无限大的一个生态系，也代表着一到无限大的可能发展。那我们期望从这个标志里面我们可以迈向一个更无限发展可能的一个十周年。是真的，就是披荆斩棘迈向更美好的前景。那当然在这十年当中其实起伏不断，故事非常精彩。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师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一开始真的是筚路蓝缕。是的，一个博物馆的一个成立啊，其实是日积月累而来的啦。那今年是我们主题馆开馆十周年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系列活动。但事实上呢，在博物馆因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我们有不同的馆区，所以其实当时在计划的推动上，就是以分区开馆的一个经营的策略来开发各个不同的馆区。那最早的一个馆区其实是2003年，也就是潮境公园跟潮境工作站成立的时候，那时候仅仅大概约有1.多公顷的一个博物馆的馆区就先开放营运，然后来服务民众，顺便做环境监测的作业，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算算下来呢，也应该经过20几年了。哇，真的耶，像这一张。那这一张就是当时呢这个国家级的50亿的计划的一个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前主任现在是海大的终身特聘教授孙宝年孙老师他正式成立筹备处的时候的一个布达的一个典礼这个场景呢其实是在那个海洋大学里面。那这个部分呢第二张照片显示的，其实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要落脚在我们基隆八斗子地区，其实有很多民众并不晓得说什么叫做博物馆，因为毕竟以前的博物馆好像没那么多。所以因此呢孙主任呢就办了一个绘画比赛，他让一般的学生呢来想象一下他心目中的海洋科技博物馆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呢很多的学生就把它画出来，画出来里面呢我们就把它贴在我们当时呢是我们主题馆的预定地，也就是十周年的主题馆的墙壁上的所贴的一个图。那其实事实上在2003年第一个开放的馆区呢并不是主题馆，它是在潮境公园跟潮境工作站。那之前呢这张图看到了，就是在民国86年87年、88年那个年代呢，计划还没开始在做工程推动的时候，它其实是我们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的水肥处理厂。也就是说，当时在没有下水道的一个系统里面，那家庭的一些废水呢，它是都运到这里这个厂子里面来集中处理，然后再吸海水来稀释这个水肥。然后再经过曝气以后然后那个就排到海湾里面去其实当时的处理方式大概是这样子的。那在这一个旧的建筑物里面呢，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呢这个厂其实已经暂时停用 了当然里面的水因为没有再继续抽海水的关系，所以水就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本来是稀释的那些家庭的废水废弃物废水呢它就浓度就越来越高所以说那个恶臭呢就飘出来。好险没爆炸没有爆炸，因为已经很那个很开阔嘛，所以不会聚集在一起但是周围的居民呢就觉得很臭所以其实我们为了解决这些已经被因为已经浓缩了以后的那个家庭的一个水肥的一个废弃物呢，我们曾经也想说怎么样把它移除，可是又不能直接丢到海里面那后来怎么办？后来呢我们想说如果量不是很多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挖起来挖起来就把它运走这样子你总不能倒到海里面嘛结果当我们下去
处理的时候发觉说，其实它量还蛮多的，是没有办法运走的。好，那做一个比喻来看的话，我们那时候是装穿青蛙装嘛，嗯，那以为这个池底呢就只有浅浅的一点点而已，可是我们踏下去的时候才知道说，哎，我就想起当兵的时候，当兵我们在野外。野外在移动的时候，那这因为有烂泥巴嘛，嗯，所以踏下去的时候呢，那个就陷在那个土里面，那就陷到我的膝盖这个位置。哦，好啊，当然这个我们那时候踏下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么深呐，啊，但是至少有一半哦，就陷在里面，然后要拔出来不太容易拔出来，所以其实真的我们可以，我们虽然说没有住在这里，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在地居民的一些苦恼，嗯，哦，所以我们想说如果能够加速的建设把它进行的话，或许啊，这些闲物的一些设施呢，会因为博物馆的存在就可以获得改善，大概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在我们把它拆除了以后呢，然后再建朝觐工作站啊的一个照片。那你可以旁边那个寄居蟹广场哦，其实底下也是垃圾掩埋场哦，就是我们的朝觐公园嘛。那以前是称为长南里垃圾掩埋场。那主题馆呢，就是的照片在这里，北火电厂，啊，它也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哎，小朋友是称它是大鬼屋啦，反正没有人住的房子都叫鬼屋嘛，对，那这是它的外观是这个样子，好，哦，那里面呢，哦，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来博物馆，然后还没有买门票进去的时候，哦，它可以在北火大厅，哦，休息，嗯，哦，那是当时主题馆的大厅，嗯，那它是当时是所谓的发电机室。那这个照片呢，也是蛮经典的一个照片啊。那它是在锅炉室，北火电厂的锅炉室。哦，那为什么要修这张照片的原因，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我们的主题馆外表看起来虽然很新，但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年纪很大的建筑物。哦，它是1939年开始正式启用的哦，北部发电所或发电厂，我们称它为北火电厂。那这张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个我们这个朝觐工作站把它打掉以后，嗯，然后就开始建地基，开始要盖朝觐工作站的样子。哦，那这张也是蛮经典的图。哦，那这个是我们火力发电厂原来的大门，你看叫北部发电厂。哦，在之前呢，你可以发觉说，哎，那个厂的字体为什么不太一样？嗯，是因为以前发电厂都不称为发电厂，是称为发电所。哦，因为是沿袭那个殖民统治时代，哦，台湾总督哦对所有的电厂都称为发电所而来的。那之后呢，我们就全部改名为发电厂。哦，那这张图就是我们在做绘画比赛的时候，哦，它的一个火力发电厂，它的厂区，哦，那跟出煤槽，那这个也是火力发电厂傍晚的时候所拍摄的照片。哎，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水肥处理厂的大门。哦，那时候的大门，那时候你看，那他旁边的办公室他已经整修好了，哦，所以他已经变成是我们拿那个垃圾渗水来养鱼的一个前置的实验室。是，哎，那之后呢，他当然就拆除了，但是我们把所谓的垃圾渗水的水质监测的作业就移在朝觐工作站。哦，那长期来看看这些垃圾渗水呢，到底对生物长期来讲有没有影响？哎，那这个部分是工程在进行推动的样子，朝觐工作站。这张也是哦，旁边的小小办公室，好多垃圾哦，对，那这张就是我们的那个除煤槽，北部火力发电厂的除煤槽，是，哦，那这个是我们从那个山上来拍我们馆区哦的当时的围墙啊，还有一些建筑物还没改造之前，是。所以在10年之前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科馆真的非常的不一样，而且很有挑战。不过这10年来也就是这样子完成一步一步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而且有很多地方都是超前其他的博物馆哦。那当然在10周年就有10大好礼活动，那很多很有趣的内容有哪些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凤仪博士。好，谢谢小君。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刚好下礼拜会那个推出的这样一个岛屿时尚服装走秀。那这个服装走秀其实它主要的理念是你打开衣橱，那个少买一件衣服，然后呢永续资源，然后为地球做一件好事，这个是这个活动的主要诉求。那我们这个整个活动的那个服装走秀主要的那个设计者是以设计闻名的那个有设计教父之称的陈俊良老师，他所设计的。
那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张照片啊，这个看板里面有三个主题，主要是有鱼、有鱼跟有鱼。那它主要的那个所有的设计的一个从服装从材料到设计，主要是注入那个资源永续再利用的一个概念。那整个一个走秀过程会有45套的一个服装，那会邀请我们那个应该是台湾知名的模特公司伊林，这个是所有的那个模特是由伊林公司然后那个出来展演的，所以其实是很有看头。那这也是海科馆跟时尚街首次的一个走秀活动。那我介绍一下我们整个三个主题，从这三个主题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以透白、缤纷跟那个灿银的三个色调为基准。然后呢游鱼的这个主题呢，主要呢它因为我们跟这个陈老师在讨论，我们希望它以雨都这个城市作为主轴去设计这一系列的服装，所以游鱼这个主题呢其实是以雨都这个概念做发展。然后呢它会运用那个渔网的编织的手法，然后连接是用可分解透明的塑胶材料。然后你可以看到应该说昨天那个设计师跟我讲说不能够曝光，所以现在只能够用意象图给大家看，不过真的欢迎大家朋友过来看。那你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是一个清透的材质，那从那个用渔网的那个编织的一个那个手法，它可以看到那个整个材质是非常清透的。那它是一个雨衣，它会把它编织成一个那个独特的那个风雨衣，那也代表着这个城市的一个特性，然后可以去呈现那个多雨的这样层次感，然后希望从这个雨衣里面能够去呼应整个资源再利用的一个想法。好，那第二种是叫有鱼，那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利用我们回收的旧衣去裁剪，那因为旧衣有非常多元的一个颜色，然后它利用旧衣的多元的色彩，然后以各个生物以海洋生物的鱼种作为图腾作为创作，所以它叫有鱼。它希望从透过这样的一个展演能够让大家欣赏到这些的衣服就像是在海洋里面缤纷色彩的一个生态，然后也呼应我们基隆在海洋生态上面的一个丰富度，所以这叫有鱼。另外一个是非常特殊的就有鱼这个主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服装系列服装主要是以银灰色的那个色调为基准，这个下完雨后的感觉，对，这个有鱼，对，有鱼，对，这个，那你看它其实是利用非常不同的回收的材质，比如说那个塑胶瓶，比如说咖啡渣，比如说一些农作物的纤维，回收完之后啪打它所有的那个材质染成一样这样的银灰色。但是呢透过不同材质的一个变化，它可以呈现出来的那个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好像是鱼身上的一个银鳞，它有它的层次跟波光的一个波光印象，对，所以说它整个服装的那个概念其实就像是一个鱼身上的一个鱼鳞。那整个一个服装秀，其实我们主要传达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利用资源回收的一个材质所做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织品。那因为我想每一个人的那个生活的习惯落实到生活习惯中，其实就可以改变的这个世界。那如同说这个设计者在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也欢迎我们那个市民朋友们6月4号下午4点可以相约来看这一场服装秀。看完这场服装秀，其实可以让你感受到艺术与文化，也感受到那个环境与艺术，以及那个环境与在城市与文化，然后呢环境与保育的这个相关性。那我相信这边这样透过这样一个走秀的一个活动能够带给你一个满满的收获，所以欢迎市民朋友们6月4号下午4点记得来参观我们这个走秀。
活动。是，而且这个走秀其实还搭配了一个很棒的展览，是织造展，对不对？对，没错。哇，这个展览真的很厉害，而且刚才看到那个有鱼有鱼有鱼，可以看到我们基隆真的是很丰盛的一个都市，就是很有吉祥意味在里面。那除了这个很精彩的这个岛屿还有织造秀之外，我们的还有很多活动要跟大家介绍哦。好，除了我们这一个活动走秀外，我们还有的世界国家海洋日，这是每年都是有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整个这个我们今年刚好因为国家海洋日刚好碰到那个端午节，所以是那个8月、9月、10月是连假嘛，然后我们在8、9、10对，然后我们在8号的这一天国家海洋日，其实推出了就是买一送一，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买主题馆，然后那个双特展，然后就会送我们的海具。当然除了这个买一送一的优惠活动之外，还有应景的，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个那个干杯酱，干杯肉粽，然后结合我们的展馆变成是一个那个套装游程，然后是限量版哦，只有300份，然后现场由我们的主厨去演绎那个干贝粽是如何去做成的。特别哦。对，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当然还有我们的那个美人鱼表演啦，还有教育的闯关活动，然后另外呢，最重要我要介绍一个，就是我们的作坊市集。这个作坊市集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今年首推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就让我们作中主任来帮我们做一个解说。好，实际上这个作坊市集这个也是我们今年首次尝试跟环境部就是争取的计划去执行的一个案例哈。然后是因为环境部，大家听到环境部就知道，基本上它是在推进的绿生活，在推低碳，甚至零废气就是循环所有东西都要讲到循环的这个概念。所以说在作坊市集里面，基本上就结合这两大，一个是零废气，一个是低碳的这种饮食的生活，然后在以这个两大元素来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市集啊，在这两天里面哈，然后透过但一样跟刚刚我们凤仪主任提到，就是实际上这里面也会有相关的闯关的一个形式的这种做串场，然后让民众了解，实际上要达到前面刚刚讲的那个目标是不远的哦，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切身去实做的，然后只要每个人努力一点点，然后呢，整个世界就会往前多走一大步。好，这是这个作坊市集的一个很大的概念。然后实际上还有两个特殊的一个属于海科馆特有的一个活动，对，就是刚刚凤仪主任有提到，就是永续厨房料理。他刚刚已经先讲到一个特色的那个干贝肉粽那实际上干贝肉粽的一个除了干贝肉粽以外。要，当然要，限量，买票就可以去。对，实际上它重点是前面还有一个搭配海科馆的一个永续厨房的一个所谓的永续厨房的一个体验的一个课程。先煮鱼就对了，然后再包粽子。这个要秘密吗？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场就知道哈。这个说实在，就像这一个活动是限量啊，300份啊，基本上每这个课程的经费是350元好，那再来就是实际上海科馆的一个特色跟职人有关，海洋科技博物馆最跟民众最能够打成一片的，就是我们在暑假期间，尤其暑假期间一直不停的运用海洋科技博物馆里面主题馆里面的展示的那个内容，然后呢透过不同的职人甚至我们导览人员也可以扮演海洋之人的方式来带领民众来深度体验展厅的内容像我们这次8号、9号、10号这个国家海洋日这边就预备是会有在一个海洋文化厅里面是以海女带入体验文化厅的一个这种导览的活动，对，它是一个深度导览活动，因为在海洋文化厅里面，我们你有藏贝壳，
藏珍珠在里面，大家可以去捡。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就是海洋话题里面一个重点，它就是海女哦，一个很大的展项就是海女，然后当然所有的跟海为生的相关的一个展示的内容都在那个展厅里面哦。我们只是先挑出海女来，然后在8月9号、10号那边跟让民众来体验。对，好哇，这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科馆其实很最近这个活动就是半岛节，对不对？对，海洋半岛海洋节一起同步启动，而且还搭配我们的端午节，所以有推出了这个手作粽子，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一定要来报名参加。那说到这个海科馆，其实最近有一个展览，它就是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我们的河海行舟特展，要带大家来看看海科馆跨域跟故宫合作。3、2、1，行请动。我们看到这张古画，你从那个最早的人类傍水而居，然后透过一个河海的互动，然后生存，那慢慢发展成船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运输跟交通的工具，所以大家都会注意《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都会看四龙工商，甚至贩夫走卒啊、达官贵人啊，看这些形象，可是比较少人去算说到底有多少船，这个船的类型种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透过故宫的古画动漫，然后跟海科馆的科技跟船的模型去结合，让大家去印证一下，就是说人类在整个交通史上船舶的重要的一个地位。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那一条河原来是在运载着人类一个历史生活一个非常重要演进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那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一个工具跟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船舶竟然在我们这个我刚刚在讲，以现在我们在讲向海致敬，敬爱海洋，那刚好就衍生到我们现在对大海的一个我们应该讲要尊敬它。所以海科馆刚好这么多年来，那其实对于这个海洋的保育保护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作为，包含了我们现在有潮境方舟，然后还有我们的立桨独木舟，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在现代，那这个从河流一直到大海里面，对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就是的历史意义。那这一次的展览，其实我们更是有邀请了包含阳明海运，还有这个有一些之前对这个船舶就有很多贡献的一些学者，那把很多以现在就之前到现在的很多不同类型的船舶，这些船的形态都展成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可以看到是古代人他们的那个就是变成行动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现在可以让你整个图片，然后再来拉近，可以更了解。可以让学生去遥想在宋朝那个时候几百年前的这个生活样貌，也而且有各行各业的这种情况，对小朋友的一个视觉冲击是非常的棒，而且可以实际的知道在这个当时的生活样态。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的话，了解历史，这是透过数位科技非常非常好，非常有帮助。台湾本岛这个跟海洋非常的密切，那可是一般民众对于海洋或是河流，大概想到的都是船，那但是不要忘记说船底下还有很多的生态，所以海科馆其实在这方面提供民众很多教育的机会。这个展真的很特别，你不但可以看到科技与海洋跟我们的流动的艺术之外，而且还有很多的互动体验。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作中博士。OK。谢谢主持人哈，因为就像这个前面的展览，就是我们这个特展是5月17号到明年的3月2号，期间还蛮将近10个月了哈，10个多月的期间啊，真的欢迎大家来看，因为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在里面，你可以自己去探索哈，有趣的东西就请我等一下慢慢说来哈。实际上这个特展基本上我们分成四个展区，那第一个所谓的走进清明上河图的世界，这个是主要是
引领观众如何去欣赏，去欣赏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的人物。好，当然我这边要先A B C D， 对，按照顺序来。对，然后呢 ，B 的部分呢是实际上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我们跟故宫协商了很久，他们终于愿意答应借给我们就是在故宫里面虽然不是真品啊，但是至少是仿真的那种清明上河图，它就一幅就是完整的一幅，就是放在长廊，放在我们的展厅里面啊，这个真的是值得，非常值得万位哈。然后再来就是除了仿真的高仿真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放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实际上还有一个会动的，那就是原来在故宫里面也叫做古画动漫啊，清明上河图，我们也一并把它邀算是征求啊，请他们的授权，然后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做呈现啊，这一静一动之间，说实在光在这个氛围里面，以我自己而言，我在里面不知不觉就会花掉一个小时在那边。虽然我已经算熟的人了，可是太好玩了，对，每次都会看到不一样，尤其是看到仿真的，那个高仿真的那个作品哈。那再来就是 C 第三个展区就是名画里的水岸生活，这个是我们跟其他跟其他博物馆在展清明上河图的不一样的元素，这是我们特别。结合清明上河图的这个特色，我们做了一个跟海洋跟水岸有关的一些呈现，不同的呈现方式在海科馆我们讲的是在清明上河图里面的古代人生活在生活里面的一个智慧包含捕鱼的方式包含生活的一个简朴的方式，简朴不是不好，就实际上环保啊，足够就好。对，然后实际上在我们的展示里面，会想要传递的是以往的生活形态，只要达到基本的需求就好，而不是想要，所以这是所谓的，而且在反映在看捕鱼的方式，捕鱼方式对于渔业资源的这种截取的方式是属于被动式的，就是有钓鱼啊，你用钓，你愿意上钩就上钩嘛，然后实际上，即使连捕鱼的那个网具也都是一样，它实际上是不是像现在围网渔船那样子大规模这样子，你都逃不走。啊，现在目前科技的进步，那种大型的围网渔船，那种基本上就是所谓那个是主动式的所谓的那种捕捉的方式相对的对渔业资源的截取是非常的一个严重的这个也是造成现在目前全世界普遍过鱼的现象就是我们越吃的鱼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甚至不容易找到了在。第四个区是航向伟大的航道，这是结合海科馆目标是希望说，因为我海科馆在永续的这一个要迈向永续的博物馆这个过程，我们已经努力了好些日子了实际上我们也不吝啬的不尝试的把海科馆的努力在这个展区里面做呈现，所以说这四个区块是这个特展的一个特色之一那首先是这个特展的一个主要的说明实际上我们要呈现的就一般民众而言，可能大家只会听到清明上河图简称的话，可是呢就我们如果一般的观众对于清明上河图有点那个了解的话，甚至有研究的话，你会发现清明上河图有好几个版本，从北宋的张择端他那个版本开始，然后到元明这两个朝代他们突然发现有一个写实的这种背景的作画的那种影子内容
非常好，所以说在元代、明代，在苏州那边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仿画、仿制的画，就以《清明上河图》为背景去做仿制的一个过程。它的成品基本上，因为在苏州嘛，它就叫苏州片，哦，一片一片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这种画作，哦，啊，然后在海科馆展示的这个版本是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实际上，为什么叫清院本？就是清代，清朝时候的啊，清代。然后是在，它是在是被康熙盖很多章的那个。老实说还好了，就是从雍正的末期到乾隆的初期，这个当将近八年的时间，哦，透过清代里面的宫廷的画家，哦，画出来的。然后比较不一样的是，宋代的张择端，他是按照他的概念去画出来，想要呈现当初宋代的在首府，他的首都哈，开封啊，就是当时叫汴京了哈，开封的当时的人民的生活啊，然后明清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是贯彻皇帝的意志，是皇帝审查过了，然后呢，画家按照他的想法去画出来的，这个是有考证的，因为这是我也不敢乱讲话，这是故宫说的，故宫的专家告诉我的啊。好，再来，这是所以说我们要呈现的是清代当时想要呈现当初那个就是雍正乾隆那个期间是非常那叫做丰衣足食的年代，好，它呈现的是重点是这样子，所以说它的画风画作基本上跟宋代那时候不太一样，好，然后当然我们每个这个展的故事线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是希望以这个汴河，当然我们现在不叫做汴河，是两河啊，这河岸两边的生活为起点，然后呢，简朴的语法，我刚刚提到是简朴的语法跟生活的这种起居，然后需要的一些那个资源，然后还要结合海科馆的这种古舟船舶的相关科学工艺，然后为轴线来走入人类，来探索人类从古以来自古以来与河海有关的这种共生共荣的历史啊，看见人看见前人的智慧跟工艺的美学的同时呢，然后反省我们现在使用舟船去在使用高算是进步的舟船的技术，然后语法也非常进步的这种同时呢，我们相对应的对地球资源的这种掠夺的情况，我们反思是不是该继续这样子下去哈，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特展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哈，然后从 A 这个是说在对我而言，我是认为这个部分是最有趣哦，就是 A 最好玩，对不对？A 我们当初思考就是，你好多页哦，你要翻一翻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这个部分是就是让民众一开始在进来那个特展厅的一开始的地方就开始可以锁定哪些是他们可以去找的，有点像是去找去找里面的故事人物，找哦，找故事人物在那里，比方说找谁嘞，这个我现在要说明一下，就是在这边你会发现有一个是人类的描述，就是算是那个人物的描述，一个是商店的描述，哦，这个非常有趣哈，哦。好，哦，找不同的人。这个是，里面很有趣的几个人物哈，哦。从各位的左上角而言哈，哦，耍猴卖艺的算是现在叫做应该叫做街头艺人。街头艺人对哈，哦，然后你会看到他嘿，真的牵着一只小猴子这样跟着他走，不过现在可能会有其他的议题出现，可能你在虐待动物，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这是一个蛮可能蛮能挣到那个赏钱的一个活动，好，再来游春归来，这个基本上就是因为坐轿子嘛，啊，有钱人就是坐轿子，哈，然后呢吃饭，也许
贩夫走卒，在路上碰到熟人啊，聊一聊天干嘛的哈。然后实际上在中间的最左边这边，这就是这边，你也看到富家老爷。各位也许可以猜看看，这是他在干什么事哦？因为实际上我们现代人才干这个事，也常做这个事，对。当你发现不够高的时候，你会想办法去拿个梯子板子，那个板凳就站上去。只不过他是有钱人，富家老爷，所以说他就会请他的那个算是，以前叫下人啊，就是他的一个随从，随从，就是帮他撑一个伞，然后不要晒到太阳，就是说蛮有趣的，跟现在非常非常的贴，跟现在老实说非常贴近。然后中间这个戏班，这个是更是一个经典哈，因为戏班这个东西，戏台，所以到时候在那个图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啊啊、对不对？都会动，对 对。然后你要去找到，然后按下去会得分吗？还是什么的？没有，我们会设计闯关游戏，也许再一阵子，你又会有不一样的，不同的闯关活动，可能到时候可以民众可以进来以后闯关，然后找到该找的东西，照相凭证以后，可能可以换纪念品。对，可能跟找威力一样。中间这个戏班是最有趣的，因为它是在宋代张择端的图里面没有戏台这个，它是从明清明代以后才有的哦。然后中间这个段子才更有趣，因为这个在经过故宫的专家考证的结果，这个是三国的一个故事哦，是吕布跟貂蝉私会凤仪亭的一个桥段啊，凤仪亭啊，就是我们凤仪主任那个凤仪两个字，对，有趣啊，他们可以考证的出来哈，居然很有趣哦，这个非常生动活泼，在那边是一个整个动的画面，非常欢迎观众而后到。还跟我的展厅来看看，对，然后再来就是，图的最下方有一个叫做封建摊，啊，这个实际上封建摊就是看面相，啊，就是看面相的算命的，对，你讲的更朴实一点，对，就是看面相嘛，算命嘛，对，然后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手掌，就是反正这个。这实际上跟现在目前结合现在说出来生活自古以来都一样，没差，老实说没差多少，只是可能生活的那种装备不太一样了。好，这个是人物的部分，这是人物的部分。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建筑的部分，店铺的部分，像祝由科右上角这个祝由科，左上角这个祝由科是什么这边上是说民俗疗法，可是故宫的专家跟我说，医院，中医，中医，当时他并没有叫中医这个事，就是说叫祝由祝由科哈。然后再来就很容易猜到的东西，像旁边的卖笔墨纸砚的啦，卖糖果的啦，学生的学堂啦，名字都好好听，卖药材的这种店啦，对不对？对啊，难说实在，除了老实说，除了祝由科你猜不到以外，你可能其他都也许都看到，可能都会会心一笑。嗯，然后还有卖画的，画廊。然后图里面，如果各位可以注意看的话，在图的中间那边有一个房间的窗户看进去，有一个画家正在画图，而我猜那说不定是画家在画他自己。好，这个是A 区就是人物跟店铺介绍的部分了，再来进到 B 区就是我们的整个特展的重点之一哦。B 区里面分成两块，一个我刚这就是会动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会动的啊，你会发现进到展厅营业，民众到这边以后就坐着躺着就不动了，还没有躺着啦，坐着啦，坐在椅子上或坐在地毯上啦，因为说实在很有趣，这个片长八分钟，哇，八分钟，我们选择八分钟，因为故宫它还有一个更长的，将近二十分钟的，我们后来觉得二十分钟可能会造成展厅塞车，当然我们就讨论的就是我们选择他们八分钟的东西来放，然后放全幅，高是3.5公尺吧，哇，对，蛮高的一个画作，对，然后
整个一层楼高啊，感觉的，你看到的感觉，它是一幅画正在从你的左手边移动到右手边，它又不是那么无聊的那么慢慢这样移动，它是移动到一个特定的一个议题的时候，比如说轻描上路，如果观众有稍微有点研究，或是有曾经看过他的，他是从左边开始是那个乡村的风貌，哦，乡村风貌你又看到游客在那边，不是游客，就是画里面的人物在打鱼啦，在放风筝啦，哦，甚至可以看到远方的船舶，哦，然后再来过去才是第一个重点，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戏台，就是演那个诗会凤仪台的那个桥段，那个戏台。再来就是第三个部分，就是虹桥的市集，那个是老实说是清明上河图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实际上在图里面都看得到。再来就是城门前内，就是内外的部分，那个相当热闹。那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那个我们现在称为街头艺人的表演啊，都在那附近。哇，你这样讲下去又讲不完了，你都把那个内容讲光光了。那个是我们要讲他们能干嘛？对，我们要给观众好好的想象。这个是会动的。再来一个经典，就是所谓的这个是值得，可能也许大家可以选择适当的放大镜进去看。好，这个部分。适当的放大镜，这个老实说可以真的可以驻足很久，驻足很久，因为我们就有发现那个阿公带着小朋友就这样子慢慢看，一直找一直找，就看有趣的人，好，这个是好。再来就是名画里面的水岸生活，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特展里面一个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我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以前古代人民生活都是所谓的被动方式去截取自然，就是我们取得我们需要的就好，我不是尽可能要抓拿我们想要的，想要的毕竟有可能被抛弃，就是最有教育意涵在这里，对不对？对，这是我们的连结的部分，对，这也是故宫看中跟我们合作的一个重点，我们可以把他的画，他们画里面或是他们艺术品里面的东西从不同的面向去呈现它里面的一个意义，对，这主要也是紧扣永续这一块了。对，那就欢迎大家一块来我们的海科馆来看我们的河海新洲特展。对，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渔具在里面。如果渔具的，就是我们在海科馆有典藏很多渔具，包含各式各样放在西河里面的陷阱啊，然后。各式的网子，处理渔获的筛那个台呀、啊，那个筛盘哈，对，那些基本上在展那个展厅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是，不管是历史的，或者是教育的，或者是科学的，在这一档展览里面都可以看到。那海科馆真的推了非常非常多的展览哦，其中有一个一定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创造永续的未来展。这是什么样的展览了吗？我们请教凤仪主任。谢谢小娟哦。那刚刚我们座中主任讲的是过去清明上河图，那我们要谈未来，就是织造未来。那这是我们在6月4号所推出的跟环境部第二次合作的一个展览。从这个字面上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就是未来制造，也是制造未来。那其实它的理念其实就是希望多利用资源循环的一些材质，那也许就像你我可以选择这类材质的产品，也可以等于是从你的消费行为当中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从这个展览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认识各种环保材质的一些布料。那所谓的环保材质呢，比如说是咖啡渣。那我想，咖啡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喝，那你可以想象咖啡渣可以怎么转换成一个生殖薄膜，这个生殖薄膜可以替代一些化学物品，所以这也是对于一个环境的一个友善。那第二个部分是你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回收保特瓶，这个保特瓶怎么样的一个技术可以转换成一个
可以毛毯，对，它变成现在全球奥运国家队的一个环保队服，都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材质所制作出来的一个衣服。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其实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可以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最耗水资源的那个产业，纺织产业是排名第二，所以它是耗了非常多的水资源。那我们这个展览会介绍一个冷转印的一个技术，那个这个技术呢，可以把那个可以降低整个污水的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可能大大减低了一个水资源的一个浪费。所以透过这几个展览的一个展项的一个说明，其实你可以从中可以去了解到我们哪些的东西是可以再利用，然后我们当未来的在消费上面，尤其是纺织品的消费上面，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们不仅可以启发我们，把我们每一个民众一些消费行为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我想一个小小的行为其实可以救救我们的地球。是真的，这一档展览我们都好期待哦，就可以想象那些废弃物如何变成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需要我们的衣物，而且这真的是我们的未来要发展的永续方向。而说到这个，其实在暑假期间，再过两个月就暑假期间，海科馆也推出了满满的活动。我们要先请凤仪主任来跟我们说，我刚刚数了一下，超过14种，而且有的已经爆满了，对不对？对对对对，非常，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张表，我们把我们这个暑期要推出的各项活动列在这张表里面，然后有包含一日的活动，然后有两日不过夜的活动，以及两日过夜的活动。那一日的活动也包含了那个亲子的体验营啊，鱼类标本的制作营。然后鱼类标本的制作营，坦白讲其实是每个博物馆都会推出的，那这个也是一个蛮有特色的活动。再来是地景变迁的一个半日营，然后还再来炒一下，那炒一下完全是一个亲子的活动。我们每年推出这个潮一下的一个活动，它主要是带领游客去到潮间带去观察生物，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那另外当然还有很多两日不过夜的活动，然后我想比如说那个我们的那个从山林到海洋的一个小小博物馆园的一个体验营，那这个体验营其实呢就可以教导民众，你如果想要当成博物馆园，其实一定要先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整个活动细节，我让我们的那个展教组主任跟那个同伟主任来帮我们做一个介绍啊。那请同伟主任先跟我们说啊，你剩3分钟哎。就不说重点了。好，其实我们博物馆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展示教育活动呢，也绝对不会是在馆内而已，包括我们周边的八斗子半岛，以及我们的海湾。所以在一个从山林到海洋这个系列活动，每年的内涵或许有些不同，可是它的主题都是一样的。那这次呢我们有包括结合了展示教育组的所谓的生态厨房怎么样做永续过永续的一个生活。那另外也有在我们的以海滨植物为内容呢，去教导民众如何做科学绘图的一个技巧。那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个做生态监测的活体生物的饲养的区域，就是我们的智能海洋馆，是以及呢，根据我们的一个在海湾里面或是海滨的沙滩上面呢，我们有因为方舟的一个一号所进行的塑胶微粒的一个检测的课程，其实呢都是为了把我们周围的好山好水以及我们所面临的环境的议题在我们博物馆呢都可以让大家来体验。那根据目前最新的状况，只剩6个报名的名额，所以请那个还没报名的民众或有兴趣参加的民众呢，欢迎报名参加。对，真的要赶快上网报名，因为真的都很热门，而且重点是你会意想不到，没想到暑假可以这么有趣在海科馆。那当然，海科馆也推出了非常多样的文创商品，我们要请凤仪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哎，来参展、来看展、来体验海洋科学，而且还要带伴手礼回去。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座中主任有介绍，我们今年很重要的展览就是清明上河图。对，那我们也根据清明上河图，然后也很感谢故宫授权给我们图像，我们推出了这个跟三七一号合作的那个咖啡礼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礼盒，它其实是以爱马仕的那个橘色
呈现它的一个质感跟那个格调，所以其实是走比较那个文青雨都上格图。然后呢，最重要的这里面呢，主要是呈现的是雨都上河图，因为我们有清明上河图。对，那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元素应用在那个。把基隆的一些元素应用在这个上河图上面，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在这个产品里面呢，有包含了我可以打开吗？可以。明信片。好。来，你还剩一分钟可以介绍。好，这明信片呢，就是我们雨都上河图的一个明信片，然后你可以连接变成是一个五张的，然后呢，这个明信片你值得收藏的部分主要是。他把我们基隆的一个在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放入到这张图上面，比如说我应该怎么介绍？好，来，没关系，我又准备了手板，转过来，哦，还有公车。好，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我先可以站起来吗？可以。好，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在那个这一半部的哈，然后有哪些是我们基隆的元素呢？这一个摩托车，这个摩托车呢，对，它是有那个遮雨看板的，以及那个什么汉堡的那个手套，它听说是那个基隆独有的一个摩托车，所以看这个挡雨的，对。然后呢，另外呢，可以看到这边呢，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咖啡亭。那大家也知道说，基隆因为是应该是一个那个货物交运的地方，所以很多当时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很多洋人都来这边，所以当时整个喝咖啡是形成一个风气，所以我们把那个喝咖啡的一个场景也放在这边，然后这里面有我们海科馆的吉祥物啊，然后再来，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要有故宫的元素，故宫的元素就是所有的一个海怪，当然除了，哇塞，除了那个，这个是那个故宫的那个海错奇珍的一个海怪哈，那当然我们要把基隆的市鸟，就是黑鸢放进去，所以整个一个这个是上河图很重要的一个那个虹桥，那这也是故宫的一个元素。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当然还要有其他的，比如说。好，那个基隆非常有名的就是你的委托行，那这个就是我们把基隆的委托行也藏在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吗？应该是这边委托行，然后呢，另外除了委托行之外，有没有看到这个雨人？这个雨人呢，也是下雨，因为大家应该都很知道，从基隆到台北，每次看到你带着雨伞或穿着雨衣，其实就知道是从基隆来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雨人也放在这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包含了那个故宫的吉祥物小翠，然后还有我们的吉祥物北火熊，对，都藏在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查找看看。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当然，最后一个也要介绍，好，最后一个，对，再介绍这个，因为这个也是把与时俱进嘛，所以我们把现在，应该在那个火车站那边非常有名的叫山海明光，对，山海明光的这个公共艺术也放进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再来大家知道田寮河上面的那个金鸡桥，金鸡桥也放进来，也放进来了。所以说这整个图腾其实非常有趣，还蛮值得各位来这边收藏的。是，看清明上河图，顺便把雨都上河图带回去。好特别真的很好玩，可以看到海科馆真的非常的用心。我们非常贴心的又放了一个放大镜，主要让你去找找看在哪里。对，可以对照一下。哇，真的好。我们现在请三位博士就是说一下，就是这一次的重点，来跟大家呼吁一下，一定要来逛我们的海科馆。我们先请宋博。暑假六月份啊，开完，也就是考完试以后，是不是才七八两个月？外面很热，但是海科馆里面凉快。展览很多，活动很多，各式各样的。要付费活动或是免费的参观空间都有，像在北林路旁边的教育中心的海洋资芽探索基地，旁边还有一个伴随的一个海巡署拨给我们的 RB02 的搜救艇，
这个空间基本上是免费的空间，都非常非常欢迎观众啊，就是可以就是家人啊携带的，就是亲子的方式来这种自己的探索，这个绝对可以值回，即便没有花钱一样可以值回你的公车钱或是油钱。真的就是暑假可以来海科馆吹冷气看展览，而且还可以来体验职能哦。那我们要请师伯。那个博物馆它有很多的教育活动，在室内吹冷气也可以，那也可以到户外去晒晒太阳，也可以去泡泡海水。所以我们博物馆呢在暑假里面也有我们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潮境方舟游活动，它可以带领大家呢一起来看海里面的真实的海底生态环境，那看看今年会不会发生珊瑚白化呢？许多人是这样的预期，可能会有白化的现象。好，那博物馆所办的一些活动呢，除了具有教育活动的属性外呢，其实我们馆区就是一个让大家舒压的一个环境。那欢迎大家呢多上我们博物馆的网站，看看我们的活动，以及我们还有很特殊的一个展览。那这个都是充满了很多的科学艺术或者是哲学的意涵在里面，欢迎大家来海科馆，尤其是暑假。是，暑假真的要来海科馆好好玩一玩，看展或者是搭船，都可以让你意犹未尽。凤仪博士，好，刚刚展览讲那么多，其实都是在于呼吁一些环境永续，所以我就讲一句，就是打开你的衣橱，少买一件衣服。永续资源就从你我生活中做起。哇，好棒哦！这就是海科馆十周年一系列很精彩的活动。最后要跟大家一下，欢迎大家来海科馆当志工。最后给宋博30秒。好，海科馆志工第十二期的志工招募活动开始哦。就从6月1号开始，就是从明天开始可以线上报名，到6月30号为止，然后。我们这次预备招募80位新血，来针对在潮境海洋智能馆或是我们的乐林中心，我们这两个地方来做服务。当然，海科馆的志工的那个待遇，我们说待遇是讲的比较白一点是多福利是不错的哈，福利是不错的，这部分我一直在基隆地区应该算是不错的，所以说欢迎有志有贤，然后愿意投身公益，不能说公益，志业，把志工志业这种当作退休以后的这种活动当作日常活动来这样执行，你会更多才多姿。欢迎大家加入海科馆的志工行列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哦，带大家来看见海科馆过去10年的蜕变历程，还有今年精彩的展览规划，以及持续在永续与创新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相信海科馆在很多个十年会带领我们更多的惊喜与突破。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